列子是一部中国哲学的经典之作，光碟全长65分钟，内容分为5个大单元，每个单元再细分为5至10个章节，而且备有中英日文字幕选择。杞人忧天。杞国有个人，天天担心天会掉下来。天掉下来了没有？好可怕，天好像要掉下来了。天是大气冲击而成的，哪会掉下来呢？即使天不会掉下来，日月星辰难道不会掉下来吗？日月星辰也是由气体积聚而成的，当然也不会掉下来。但是如果地裂开了怎么办？地是一块块土积起来的，土块充满四野，无处不被包含，这样的地为何还担心它会裂开呢？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们活着的时候不知死后的事，不必考虑死后的情形，死了以后也无法了解活着的情形。刚来的不知过去，过去的不知刚来的，那么天地会不会崩坏，又何必放在心上？